私は台湾人の友達と一緒にもんじゃ焼き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た。大家听说过丸子烧吗？丸子烧是在铁板煎的小吃。好，所以来试试看味道吧，觉得怎么样？味道我还没吃呢。好，来试试看喽。好，来，不是，它底下这边就是走道，然后所以建筑的正上就是。东京月岛以丸子烧出名，特别不好欢迎。那我们在哪里吃啊？我觉得什么地方都差不多，选择最便宜的地方吧。就是一个漫画的取景点。漫画？对。那是派出所。对，派出所。これは派出所。派出所にはもんじゃ焼きはもちろんありません。真的是派出所呀。商店街の中にたくさんのもんじゃ焼きの店があります。越便宜越好。我不知道，我是说想说吃气氛的。今天我要拍你的。拍我？那个，先说我不会吃。さあ、お店を探そう。很破破的地方也可以。我总觉得这个好像是漫画里面其中一个人物家的。啊，是啊。里面配置啊。蛮漂亮的房子。很漂亮吗？丸子烧是东京的，お好み焼き是大阪和广岛那边。もんじゃ焼きの自動販売機がありました。这是自动机。这速冻的。家で焼いて食べるのです。綺麗なもんじゃ焼きのお店も多いです。这个两个人吃吗？三个人不是的，有可能是两个人。应该是两个人吃吧。啊，那有可能是两个人的。这两个人事先一个。めっちゃたこ焼きが食べたい。我觉得这个附近应该有丸子烧和姜永烧自助，但是今天找不到。我是比较偏简单的。探すのは少し疲れました。是加酱，我就是比较偏向。一张500日元的，很便宜的。有一间600的自助餐，我们选择哪个？那是一张500日元。啊，看到了。初めての方も安心。初めてし第一次だね。也很安心。教我们怎么做。对，他这样说，我也没做过丸子烧呀。我的衣服再拿去，再盖上去几周。基本上我就是觉得没救了。もんじゃ焼きの店を決めて入りました。基本上都是自己见一下就可以吃的。这家店有很多种的丸子烧。你看看吧。我们看菜单就选一下吧。好便宜，500日元。我觉得其他都贵了。啊，对。不是我做的呀。对。有可能是前面的人做的呀。第一张丸子烧是店长帮我煎的。起来。现在很热呀。好。我现在已经觉得热了。铁板旁边摆着煎丸子烧的用具。它粘还蛮粘稠的，所以那个所以还蛮好，还可以这样子的。还一大一小。对，因为两个人吃一张太少了，所以我们继续煎第二张。味道怎么样？它脆脆的那种。那我们选择ホタテば。すいません、ホタテもんじゃお願いします。ホタテもんじゃ。你不敢挑战呀？那不敢挑战。
好，我不敢玩食物。好的，他怕的。好。下一步，我来挑战煎蚊子烧。我可能再抓一只。这是火腿吧？嗯，好，所以来试试它味道吧，觉得怎么样？味道我还没吃呢。好，来试试看喽。好，来，跟刚刚比起来怎么样？没有刚才的好吃。啊，好吧。